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钱易大讲堂。这节课给大家讲一下三合。三合与六合的基本含义相同，但三合除具备六合信息外，还有多人多事聚合的意思，有团体之意，向合有种吸引，向聚里抱团，所以采人事关系习惯向合，合多就说明人缘好，朋友多。说这个三合呀，是和六合呢意思是相同的。六合是两组十二生肖相合，三合呢那就是说三个人相合，比如说合伙做生意，合伙开公司啊，合伙做事情，合作伙伴等等，有两个人有三个人。当然了，三合的力度要比六合的力度要大得多，因为六合是两个人，三合是三个人。我举一个例子吧，比如说二人谈对象，好多中间要有一个媒婆啊，介绍人，这个介绍人往往就以一开始就以介绍人为主，这个就叫三合，一个人把两个人撮合，但是说这个人呢和两个人的关系都好，所以合起来叫三合。说这个三合局啊，特别是合伙做生意比较好，它的力度还是比较大的。三合局大家首先看中间的这一个字是金木水火土，它属于是哪一个行，它还是土，属于土的五行还是火的五行，是水就喝水局，是火它就喝水局火局，中间这个字是金它就喝金局，它如果是土它就喝土局。大家往黑板上来看一下啊，阴午戌合化火，大家看着吗，这个午火大家掌握一个规律，这个三合局最后一个都是跟一个库，而且是第一个数项和第一个数项和中间的数项，以中间这个是火局，但是说第一个是他的长生之地，三合局里边就有其中有一个必定是大贵人，是当官的或者有钱的，是你的最大最大的贵人。大家看着，午火的长生在阴，阴打头，中间这个字阴母来生午火，然后乳虚库，这叫阴午虚，会火居无火，无是火，所以合火居。这里头木生火，火入虚库啊，这叫阴午会火居，是无火的长生之地。每一个三合局里边，它都临长生，而且那他还都带一个库，大家就知道了，虚是火库啊，虚是火库。第二组大家看一下啊，第二组刚才讲的是第一啊，现在讲的是第二，申子辰化水，大家知道子是水，子水张生，凡是水它都张生，
在于身心，他临长生，所以阴身四汉是四大天神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子水长生在神阴，身金是子水的长生之母啊，长生金来生水，没有这个母亲，没有子水，说是他的长生之地。那么后边的这个库，大家知道，身金生子水，子水身金随着子水都入这个尘库，它随子水都入库，因为金没了，生水了，就像这个火一样，阴木生无火，阴武都入这个虚库。说这个阴木就是大贵人，这个是身金是大贵人，那大家可想而知，尘土是水库啊，尘土就是水库。那么往下看第三组啊，第三组是四有丑，四有丑合化金。大家知道有金，凡是金它都长生在四，金长生在四，三合居就是临长生之地啊。从长生，从小孩出生到他老死入库，这里头中间有一个整个圆周的过程，说这把它简化三合局，然后后边才能给你讲到十二长生。十二长生里头有长生木库啊，到时候那再给你讲，说这个里头是，所以阴神四害是四大天神啊，阴神四是三大机神。我们再看看第四组啊，第四组亥猪卯兔未羊，它三个合化为木。大家知道木长生在亥，因为亥水来生卯木啊，那么未就是木的库啊，就是母的库，亥卯未正好十二个生肖都用上了，三四乙十二啊，一组三个属相，它四组三合局，四组三合局正好十二个生肖都用完了啊。大家记住，这叫火水金木啊，大家记住这个啊，这就是三合局的妙用。下面呀，我们通过一个图来看一下啊，通过一个卦来看看这个三合局。凡是八辰卦它都有三合局啊，乾卦、坤卦、兑卦、震卦、离卦、坎卦、巽卦、艮卦，这八宫啊卦它都带有三合局，而且还都是六冲，六冲里头又有三合局。我今天告诉大家，三合局是破六冲的，只要里头有三合局啊，它六冲就冲不起来啊。下边我们看一个卦，我们大家看看这个卦，雷天大壮啊，雷天大壮卦是坤宫的卦啊，坤宫的第四卦，大家看明白了吗？你看坤卦是从一到六爻都是阴爻，你看它变一二三四，你看四爻在四爻上，上面两个是阴爻，底下是变到第四爻了，四爻持世，所以叫坤宫的四世卦。坤宫的四世卦大家看着有两组啊，三合局，大家看看阴武虚会的是火局，看看申子春又会水局。那这里边既然一个是火局一个是子水局，
那是无火旺呀还是子水旺啊？因为无火和子水它是相冲的，子午冲。那这就是说明无火旺那就要把子水冲掉，子水要旺就要把无火冲掉。那如果说色味谈恋爱两个人能不能成功，告诉大家不能成功。这里头是适应相冲，说开始能不能谈成，开始可以谈成，因为里头有寅午戌会居，那就是中间得要有媒婆才能撮合而成啊，有媒婆，第三者就是媒婆。寅午戌申子辰，根据无火旺还是子水旺，到时候根据月和日子来定的啊。现在你知道每一宫卦里头这个就叫三合局，寅木无火戌土是一组，申金子水辰土申子辰会局又是一组，这就是一个卦。我们来给大家讲一下，今天给大家讲的是三合局，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，下堂课我们再见。